在一起三年了。嗯、在一起三年了。我在八大那个爱表家一样。在一起三年。在一起三年。对啊。没有，他陪他钓鱼三年。啊，不是不是啦，以前节目他主持在八大主持节目有没有？爱表家一样，他们是固定班底。平均也是啊。不是那个傅凯也是啊。傅凯。哎，郑凯啦。郑凯了。啊，傅凯也是啊，都是，他们现在每个都飞上枝头。啊，李傅凯是吧？徐傅凯。台词就一直都挖不来啊！太早哭了啦！你要崩溃的时候，那边就是在哭了、啊。有啦，那边有写 cry 啊，你写的 cry 啊。那边有写错气，没有，只能来看。这里在吞吞吐吐，哪会哭？那你们没有吞吞吐吐啊？你没有吞吞吐，你们没有吞吞吐吐啊？我不知道在开什么玩笑。男情侣之间都要吞吞吐吐啊？对啊，在客厅吞吞吐吐。不是，哎。有奖征答，有奖征答，我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有奖征答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杏仁饮一箱，杏仁饮一箱哈，这是真的哦，是这样。对，有奖征答，我是洗手。对，我们会抽奖。对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已经讲答案了。杏仁饮，杏仁饮，杏仁饮，杏仁饮。好，等下就这样子讲。就只有这个叫什么花絮，花絮才听得到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